咱台湾有黑熊啊，唔，咱台湾迄熊上有名啊，世界有名啊。是啊。台湾迄熊你唔知影？我以前捌听过啦。现在要登种啊，剩无几只。台湾迄熊最赞了，太赞了！哦，只是讲我感觉咱台湾厝即满啊，遐济吼，遐济，世界拢够济吼，嗯。好多好多。对啊，我感觉是爱近近啊吼，近近。啊，无你过来，拢无看到山，无看到迄路啊，拢全厝尔吼。袂啦，山嘛是搁真济啦。我一直开放落去，你就变拢迄路啊。还是好多山，还是这较好看。所以这来到去，看迄海底的迄种，海洋世界迄种海底的。哦。感官艺术，我感觉咱人真够吼。真厉害哦！啊，背景也正地吼。嘿啊。所以伊讲转弯哦，吼。哎，哦，那是转弯啦，我是讲奇怪。哎，转弯呢？来。好像还很幸运呢，没有风大，风大就不能做了，就没得做了。哇，我感觉坐坐较水啦，还是爱坐坐较水啦，嘿啦。有人在那看着水，阿姆真恐怖。啊，袂啦。袂啦，还是坐坐较水啦。哦，较水吼。嘿，而且看到那绿油油啦。哎呀，较水吼。Waterfall。啊？这个 water。